我玩的少。别闪，有话好说。哇，苹果，直接去领就行了，是吧？这不打完我，那我就领一下。我没有领，这物变没有放棺材啊。直播那就算了。话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干嘛呢？他这虫子还放不出来呢，什么道理？讲点道理是吧？老蜥蜴最怕这样转圈圈了。他跳哪去了？哎呦，吓我！还我虫子，别砍他了。
们家虫子又来了。你还想跳进啊？不成，有人打我家虫子、啊，不给打。喂，这小伙子。哇，这像谋财害命啊！这是，不是你把我关把我钉在那边，棺材钉在那里，我认为有什么用？你拍吧，拍吧，拍吧。上一年好不好？冲啊！哎呦，回去回去！哎，赢了赢了赢了！